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陈其进。哇，今天的一个行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彩。昨天的一个压回，市场好多人都告诉你说什么，告诉你说这个行情要怎么样，要崩了，很多人又在恐吓你的一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嘛，这个行情啊可能又会超乎很多人的一个想象之外。哦，你不要以为说这一次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怎样的一个震荡，它会有太多的一个低点哦，它不会有太多的一个低点让你来承接哦。如果明后天它再有压下来，压得越深越好，压得越深就是你我发大财的一个好机会啊。各位啊，你来看当时啊10257的一个时候啊，当时市场上大家一片的一个悲观，不论是看多的一个专家啊，告诉你怎么样股票啊，赶快把它砍光光，结果砍在最低的一个低点上。现在大涨上来，好多看多的一个人啊，他告诉你我持股满档了，哈，怎么看涨，每天都在那边看涨说涨，看跌说跌啊，我觉得那个没有意思啊。但是一个市场上真正的一个赢家，10257就告诉你，恐慌之后必有反弹啊，恐慌之后必有死猫跳的一个大行情。结果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恐吓你啊。甚至看空的一个专家也在这个地方吓你，告诉你说什么万点必破，结果你可以看到从这个地方开始就如同我们的一个规划一样，一路的一个跳跳跳跳跳跳跳上来，跳到现在来到10798了。来到10798的一个时候，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开始会做震荡，但是在震荡的一个时候，我嘛大家说你不用怕嘛，你有陈老师给你看嘛，为什么不用怕？全球景气怎么样 ？Very very good， 非常好。国内的一个人的一个经济怎么样？哇，非常的一个棒。九月跳跃性的一个人，飞跃性的一个成长。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更旺。外资连八买，今天应该持续买，连九买。然后呢，业内跟股市大户都回来了，都回来了。为什么他们会回来？如果没有行情，这些人会回来吗？你从一个简单的一个逻辑来想嘛，你就知道了嘛。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一个行情，今天能够再度开高大涨上来？那么今天开高大涨上来之后，接下来行情会怎么走？我告诉过大家，这个行情就是会震，就是还是会震。哦，挣个三天，挣个五天，挣个七天，哦，在考验大家的信心，考验大家的耐力。等到大家的一个这样又被洗出场的一个时候，那你看着后面的行情还会再拉上去。所以啊，明后天如果说它有压下来，压得越深越棒，压得越深，你才有更好的一个怎样低点来让你做承接。那么要怎么样来接呢？哇，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啊，你可以看到哦，过去这一路以来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啊，不论是台骏啊，就算啊这一波的一个台骏啊，从108现在涨上来，今天收在118啊。哦，你可以看到台骏还是怎样持续的一个缓步的一个走高啊。包括立山啊，这一路以来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立山啊，真的是欲罢不能啊，今天收在什么57块啊，再创收盘新高啊。不论是你是我们的会员朋友，不论是你是我们忠实的一个听众，或者是我们 LINE 的这个好友们，你看这一路以来，从5月16号一路以来22块开始锁定以来，5月23号、25号、26号、31号、6月份12号、15号、28号、7月28号、31号、8月2号、4号、8号，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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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你在这之前，你有看到我的一个节目，只要你有跟着我们的一个脚步来操作的话，我相信你今天你通通都是大赚的，通通都让你怎么样开心大赚，而且越早加入赚越多。你看从22号到现在已经多少160%了，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早一点加入我们的一个人，我们的一个人会员的一个家族，从5月16号的22块到现在来到57块2再创新高为止，这样一波我们不要多啦，100万的一个资金就能够让你开心大赚多少？160万。
两百万就让你能够开心大赚320万，300万就能够让你开心大赚480万，400万就能够让你开心大赚640万，500万就能够让你开心大赚800万。这些谁来帮你？有价有量。哦，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包括合金也是一样。你看市场当时候9月29号杀下来的一个时候，哇，好多人告诉你跌破月线了、啊，好多人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这档股票啊要跌了、啊，哦，告诉你这档股票要空啊。结果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下你的时候，我们啊当天带着会员朋友大买特买，一买就是先买30%再说。当天10:03几乎买在最低点，几乎就是买在最低点。你今天不是要买低点吗？你今天不是想要在股票市场上能够赚多一点的钱吗？但是当大好机会来临的一个时候，为什么你不敢买？因为你没有我的一个讯息。你今天有我的讯息，你看从25.95块买进，这样一波大涨上来，一波大涨上来，再创32.8块的新高，今天持续的上涨，而且它还没有结束。为什么还没有结束？你可以看到今年的一个这样，戏今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供货、啊、非常非常的一个吃紧，报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上涨，不仅第三季它的一个价格调涨10%到15%，而且第四季预计还会再调涨18%，甚至随着一个物联网 AI 资讯中心、车用电子、高速运算这些啊带动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这样景气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成长，包括两岸的一个半导体以及国际的一个 IDM 的一个业者，都在争相抢夺货源呐、啊，抢夺细菌源的一个材料的一个货源呐、啊。但是细菌源由于啊相关的一个厂商没有过去没有做大举扩产的动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细菌源不仅12寸呐、啊。细菌源报价已经看到怎么样？明年第一季已经看到100元的一个美元，第二季不过当时才60几块，现在就已经看到100元的一个美元，甚至在市场的一个供货吃紧之下，明年一整年的一个这样细菌源的景气，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看好，明年一整年景气，哇，龙景很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涨一波之后拉回来，是不是绝好的机会？现在大涨上来，后市的一个行情还很精彩，我可以告诉大家还很精彩。而且今天更令人开心的一个是什么？更令人开心的就是啊，我们的一个大甲妈祖显灵，哦，真的是大甲妈祖显灵，不是说今天涨停板的时候哎，才买的嘞！我们什么时候就买？10月17号、10月18号，你看10月18号、10月18号一买买30%，哦，50%，再加码20%。10月17号买30%，10月18号再加码20%，总共五成。为什么我们买它？我想这个你才是你要了解的一个事情呐、啊。赚涨停这没什么、啊，哪有什么？重点是在大好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10月17号、18号，你跟着我们脚步，你看今天涨停板，一次涨停10%，哦，而且啊，两天的一个时间都超过10%了，就10%都10%了啦，就是超过10万的啦，超过10万，你今天怎么样？哦，你脚会啊，哎，拢有搞完嘞。为什么买它？我想这个才是重点。为什么我们看好它？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只知道它是一个不锈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键的配厂，但是它最重要的在什么？最重要就是这个的一个怎样的一个配件呢、啊？哦，它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化工级跟洁净级这些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备的一个重要关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零组件呢、啊？哦，尤其化工级，哦，因为里面的一个传输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气体。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备，哦，那最大的一个客户就是台塑集团，
但是捷径期现在不论是什么半导体哦，争相扩张，面板厂包括 iPhone X， 哇，也都导入的一个 AMOLED。那你可以看到，对于这些的一个厂商的一个扩张，然后他需要的一个怎样，需要这些的一个怎样洁净管，哎，不是随便的一个塑胶管就可以哦，他需要不锈钢这些的一个洁净管，这一个怎样的一个装置需求，所以也促使他目前的一个怎样的一个产能不负所需啊。哦，那你可以看到随着一个营收的一个成长，毛利率的一个攀升，哦，甚至啊第二季啊。哦，他只赚多少 0.47， 第三季营运还会比第二季还要好，甚至啊预估第四季啊他单季的一个每股 EPS 有机会挑战一块钱的一个怎样以上的一个实力。如果第二季只有 0.47， 第三季还会比第四季好，第四季还会有机会挑战一块钱以上的实力，这叫什么？这叫做转机大成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17号18号当时还不在30块的一个时候，一档具有转机大成长的一个股票，单季的美股 EPS 有机会赚一块钱以上的一个股票，啊，我问你啊，那时候没30块啊，这种股票怎么有可能啊，这种股票可以买吗？很清楚嘛，我相信呢，盘面会说话，证据会说话，直接买五成量增涨停板。而且今天更令人开心的就是什么？汉讯，汉讯，汉讯。哦，我相信今天在市场上每个人都跟你讲汉讯，因为今天汉讯最标，今天汉讯本周是最标。但是问题是今天标，你要在上礼拜就能够掌握啊，不是今天标你现在去掌握啊。你看《工商时报》，不仅《工商时报》演讲会，老师就直接公开跟大家做分享。为什么我们能够事先掌握到？因为你要知道汉讯今天具备有什么样的利基嘛，你今天电竞笔电也好，你今天比特币的一个挖矿也好，它需要的一个是什么？显示卡，高阶的一个显示卡。那么高阶显示卡它会带动什么？带动它整体的一个需求。那你可以看到哦，它第二季已经怎样转机成长哦，第一季亏钱哦，第二季已经每股赚了 0.98 哦，七月八月份两月的一个合计就已经赚了3.26块，这个叫做什么？爆发性成长。那么爆发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股票，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哎，就是要懂得来做把握。我相信呢、啊，我们的会员朋友赚得很开心，甚至昨天打开的时候，我问你，你敢不敢买？眼见为凭啊，昨天敢打开啊，为什么我们还敢买？一档老师看好的一个股票，只要它的一个满足点还没有到，只要它的一个波段高点还没有到，我们就是顺势加码，一波赚到宝。结果你可以看到今天再度飙涨停板，连飙四根的一个涨停板，真的是恭喜大家发大财。四根就多少？40%啦，四根就是40%啦。如果说过去这些老师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不论是立山，不论是合金，不论是大甲妈祖，或者是汉讯，这些股票你都没有跟上的话，那么我希望下一档爆发力更强的股票，富贵人家就是要带你来怎么样迎向富贵的人生。这一档的一个股票我说过，这一档股票今年赚很大，我盘中的一个现场直播节目我就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这档股票我们今天开始做锁定。这档股票也是我之前中秋节前夕送给大家的一档的一个礼物。这档股票为什么今年赚很大？为什么这档股票爆发力更强？不仅它转亏为盈，去年亏钱，今年转亏为盈，而且累计前八月的每股盈余已经大赚超过6块钱以上。你想要去年亏钱了，今年前八月已经大赚过，大赚超过6块钱以上，但是目前股价还不到40块，哎，本益比来讲还有够俗的啦，本益比啊可能拢无到5倍啦。啊，你这个台北股市，你要找一种本益比无到5倍，足少的啦。而且去年亏钱，今年大赚6块，它以上它掉落什么？爆发性的一个大成长，啊，汉讯爆发性的一个成长就可以怎么样？再连标四根的一个涨停板，要不要？七八月3.26。
爆发性成长就能够赚，就能够怎么样，连标四根的一个涨停板。那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股价现在比汉讯还低，不到40块，而且前半月每股获利已经大赚6块钱以上。啊，像这种股票，这微亏的股票，那你在今年底之前，你想要再赚五成，想要再赚一倍，你要靠哪一档股票？你现在再去靠什么？裕君光、亚光有没有机会呢？再赚五成，再赚一倍吗？你现在再去靠一些哦，现在最夯的一个题材的股票 ，AI 概念股，我知道最近也很飙哦，那种股票我也告诉你，我看好。但是你现在那种股票要再飙五成或加一倍，有机会吗？很快就要快到年底了呢，剩下两个多月的一个时间呢，这两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你要想尽办法，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有机会再飙五成、再飙一倍？老师帮你掌握到，老师帮你找到。如果你有想要赚标股，你有想要把握的人，哦，那么今天呢，我们为了扩大服务啦，因为有些的一个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啊，就是说他的资金并不是很大，哦，那不可能说，暂时还不可能说，花比较多的钱去参加高等级的一个会员，没有关系，这些都没有关系啊，你的新增老师都听到了。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光辉的一个十月感恩大回馈，我们庆祝庆祝哦，庆祝我们的一个股票档档飙，档档开心的一个大赚。光辉十月感恩大回馈，今天不限任何种类的一个会员，今天你打电话进来，今天只要你加入，来，让你用最低的门槛，就可以轻轻松松享受啊飙股飙涨的一个乐趣，而且今年的会期。都算老师的，老师帮你来买单，帮你在股票市场上来买单。想把握的投资朋友，来，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23219933，23219933，跟我们线上理专人员来做一个洽询的动作。最后祝大家操盘顺利，赚大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